那都是假的。离开了虚妄梦境，没有人在乎你，更没有人会爱你。谭大靖，谭大靖，谭大靖，你醒醒！谭大靖，谭大靖，谭大靖，你快醒醒！ 听说静儿在这些逍遥宗的外门弟子中，道行出众，资质更是出类拔萃呀。学着玩也就罢了，怎么你还真想让静儿去修仙啊？让阿娘看看，出宫这些日子，还真是瘦了一大圈儿。 母亲，来，有件事要让吾儿知晓。在你修行期间，为父给你定了一门亲事。谢父，新娘乃圣国大将军叶孝之女，盛景两国常有局遇。此番结秦晋之好，以后两国也能少些刀兵啊。全凭父王，母妃做主。 静儿，此番去逍遥宗修行，可有结识什么青年俊彦？圣国六王子萧礼，与孩儿相善。巧了，这次送卿来我景国的正是萧礼，你可与他好好亲近亲近。是。恭喜殿下。阿娘本不想给你草草定下这份婚事。恭喜殿下。 不过，如今你被立为储君，婚事关乎国本。恭喜殿下。叶家大小姐知书达理，还是个大美人。我想，静儿你会喜欢的。 孽畜！没有，父亲，我没有害死母亲。南，别走，你就是个怪物。别走。方才那黄粱一梦中，父慈子孝。 众星捧月的滋味如何呀？小离，你救救我！可那都是假的。离开了虚妄梦境，没有人在乎你，更没有人会爱你。